气出来的毛病，教你四招把气排出去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宇浩教授。很多人这一生气就容易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，还更容易得大病呢。所以今天教你四招帮你把气排出去。平时特别爱生气的，控制不住脾气的，总是心情不好的，来和我一起锻炼吧。这第一招呢，就是看好我们的手，食指伸出来，这样一个食指的形式指出去，同时眼神呢还要盯着这个食指，使劲的往前指，因为我们的食指是肝经啊，顺着这个食指就发泄出去，同时要发出一个音来，这个音呢就是 T U 连起来发，怒目圆睁，把这个气就撒出去了。这第二招，双手交叉，拇指对着膻中穴使劲的叩击，前正中线这个地方叩击以后呢，很多人也会打嗝，把这气就排出来了，感觉心情就会好多了。第三招呢，就是两手交替的对着腋窝下进行拍打，这个地方呢是心经发源的地方，拍打以后呢，对我们整体的这个气机有个调整，同时呢在你胁肋下用空拳进行锤击，梳理你的肝胆经两胁肋这个地方。第四招呢，最好站立着做，两个手食指交叉翻到头顶上去，两侧是肝胆经，用力的拉伸就把两侧的肝胆经拉伸开了，梳理了肝胆之气。这四招你学会了吗？